10:13啊。Go。哎呦哎呦！哎呦，要上这边吗？只是会不会一开始就太刺激了？不会，一开始还有联络到啊。哦，好。那要上这边，先热身，那边就没有太阳啦。
没有这么快的好不好？垃圾拉，你裤子还是不拉好是不是？跟你讲了还是不理人，这样穿对吗？哇，还会跟谁挥手啊？他们都喜欢从另外一个口出啊，他们说那个口，他们说那个口比较好走。我们以前也都走这边啊，因为我们在台湾。撑久一点吧，你的垃圾都很轻。因为我的筋本来就很硬。啊，这还是要拉啊。我在拉。爸爸。这超酸。哦，大腿这里好痛。好了吗？Okay. 我还想说要看一下天气再上去，你看那边现在都雾的。今天不去，明天更雾。今天比一天雨更多，今天叫晴时多雨，明天是多雨时晴，后天就直接多雨。抽我管子。就已经跟他一样高了。嗯，只是想要没住过那种高的地方，想看看高的。不然你现在观察一下，它上面三层有什么不一样？会不会它上面三层只有一间房间？我在想，那栋的三十几楼是有餐厅，那边应该可以上去。上面你看灯上面积的血的形状都很古怪，这个也是一球球吗？你是说？对啊，而且跟风向还是什么有关？这是吹什么的？就不觉得这是个风扇吗？这是灯，后面是散热吗？还是这样？哎，冷的，这是灯哦。夜华的灯呢？是吗？嗯，可能。可是我看真的是风扇，还有圆筒的风扇。可能那个灯很亮，然后用不着那么大的风扇。散热吧，就像你说，但是它那么冷，它会热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风扇。然后你仔细看它顶的那个线，
掉下去。是有必要弄风扇吗？真的是长得像风扇啊，上面写 Pocket。弄风扇干嘛？上半跟下半，我们就是从下半来的，上半来的吧。上去右转就是走这上半段而已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记得是左边的雪道，这段是往攻下来才会走这里。这一个是挖洞了。对啊。再看一次，我明明就觉得很陡啊。眼睛看跟。这里很缓，这一段很缓，就是挖洞让你的视觉效果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搞不好咬着牙你直冲下来。神经病。不是神经病，我说真的，他可能速度快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没事了。然后就刹不了车。不是，就是他不会再更快。就像你的小坡度一样，你小坡度你也比较轻松，因为你知道不会再更快。下车是要走右边还是左边？当然是右边啊，左边那不叫热身，左边是，你不记得那个很恐怖吗？是那个 moonshine 啊。对啊，左边是 moonshine 啊。很可怕的。明明昨天滑过，你还不记得路线？哦，又说是 moonshine 吗？我想起来了嘛，啰嗦、欸。当然是右转。这里的这一块看起来就很斜啊。然后右边，好像真的只有上面这十公尺才那么弯，只有十二十公尺这样而已。下面你看那个人就也没有很快啊，他就直直的顺的，好像也不会加很多，所以第一看到只有前面十公尺。我是怕脚很酸啊，睡醒那些小腿酸。我也没有要滑它，我不知道是累积的还是怎样。昨天滑那一下就觉得啊，来，昨天可以休息了，酸死了。先联络到这个。要走路很累。你要先走吗？你又会冲很快。你一定会冲很快。鞋子又太松，我转不太了板子，后跟很难转。
控，我转不了板子，我大最上面的是松的。左边直接下来吗？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力气从上面下来。你这样讲，他们哪知道啊？蛮下面的。
这里下去吗？这不要一路刹车，再把扣子扣一扣。头后面又热，脚又酸，怎么办？因为有发力气啊，累。嗯。但是刚那一段这段轻松的就还会松开，一开始还蛮紧。啊、哦。好像左脚还好，右脚刚才太松。好，走吧。都去到这边了。本来我刚刚想，既然这段那么轻松，应该再多练一下。不过那边也有。板子还是怎么样？就觉得转弯好困难哦。瞧一下鞋子，瞧一下鞋子，我还是觉得我要瞧一下鞋子。还有脚已经很酸了，怎么办？我撑得过四天吗？头发后面好热，每次都是热头发后面。你大家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从我的背后伸进去，帮我把头发拉直。然后我就腋下已经流汗了。这边一点比较
不够边吗？没关系啊。这软吗？不软，一定不软。右边一点可能好一点。我的第二个根本是松的，天哪！然后我觉得我鞋子就动不了，转不了板子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就很难滑，很难滑。然后后面还蛮紧的，这已经很紧了。虾米呀、啊！我的右脚手最紧的，奇怪。奇怪。哎呦，先说一下我的腿好酸哦。不行耶，这么糊。我有一点想要尿耶，哦。还是我等一会儿去尿，还是现在去尿？都可以。哦。帮我一个忙，从我衣服下面伸进去，然后拉到我的，拉，伸进去从衣服里，不是不是，去拉我的头发，伸很进去去把我头发。伸不进去，现在太紧。把外套拉开。头发现在在衣服白色衣服里面，然后弄得我很难过。你可以把它弄平吗？瞄一下。你看不到。衣服里面。对，所以我叫你从我背后伸进去。要把它弄怎样？拉直。我摸不到头发。一把。只摸到内衣。再高一点，应该就摸到在这啊，在这很热啊。过你的脖围，反正把它拉顺啊。它那个卡一坨，我超热的，有吗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你的肉吗？对啊，不然嘞。触感不对，你等我，我把手机收好，再把手套拿掉。这吸了不少你的汗，我就很热，里面都是水蒸气。来了来了。把我头发拉平。我要头发，头发在哪？一把。脖围围得紧紧的。不是，都卡住了。你能不能把？算了，我抬头挺胸一点。衣服勒很紧。你会把我肚皮露出来。摸到了。就摸到了，摸到了，就是那里。这里呀、啊，这里是是是，但是往上翘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拔你头发，我跟你说。你把它弄顺啦，我好热啊，我快冷死了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你这个球就被你帽子卡进去了啦。你等我一下，你先不要动。我觉得好热。你要帽子脱下来。不行，我懒得脱帽子。那我帮你把这个先转开，好不好？它就卡在那。
为什么长得快你就最爽了？这里不要再拍上，再来一次。哎，你要等一下全身都湿的吗？哎，小，哎小，我手超酸，你知道吗？冒给我，你至少至少少个十。来，慢走来。是的吧？哦，好酸了。你没有弄顺呢、欸，我是自己手太短拉不到。已经往下拉了。但是我还是好热哦。当然热啊，你那里都扯着扯去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衣服整个紧紧的勒在一起。是你的脖围勒住的，好热、啊，脖围的关系。手酸死了，探囊取物啊！腰酸。好热，要走了没？我要走啊。热。我要走啊，你先穿。再讲。哦，又变短了，又变短了，难怪变好过了。鼻子怎么露出来吗？没有。确定？确定。我觉得凉凉的。今天人很多，是不是？还是要上四个。我们
Domestic 弄回去很快啊，还是我们就去接他们就好。你说 Domestic 到 Towers Place 其实很快。对啊，其实很快啊，咻就滑下来了。昨天回来超快的啊，十分钟以内。他会怕啊，所以陪着他。哇，这种真的很不冷。现在已经10:52了，那就11:40了吧。会不会太早？我是想说，我一直想要等天气好一点再让他们过来。现在天气已经算好了，中午是最好。对啊。那11:40，你说如果还差不多到12点，对啊。然后先看还是先吃？先看啊。对，大家应该都吃很饱。先看，然后下来。想要让他看晴朗的。你就再坐上去一次，不是，搞不好下来刚好就到咖啡了，咖啡也可以吃，那个也可以吃。想到什么事的话，你就想象自己要我要直一点，要把弯做的超级大，而且我要直一点。你不要管直，我不要后座好丑。哦，你说屁股哦，你轻松就不会后座啊，所以我让你别想啊，你也不要想直，因为这件事用想的做不出来，你轻松就会直。所以我是说，你要是心有余力的话，你就说啊，好像有点轻松哎，那你就练习画很大很大的弯。你不是一直都嫌说我的弯为什么那么大吗？嗯，其实就是弯一样，只是我速度比较快一点而已。那你轻松了，你就稍微加快一点就好。然后不轻松的话就做你平常的事就好。就轮流啊，一次你下我下，你下我下。好啊，那我就帮你录啊。就你下。我们第一次两个都不要录，第一次两个录的话不会轻松。第一次就先滑下来，嗯，自己想之后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如果绕很大的弯，会不会很挡路？不会。我们先去那个之前的上课部，那边应该没有什么人爱滑，中间太平了。脚有点麻嘞，糟糕。手太紧了。不知道，但是不锁紧，我刚就是很明显，我知道我转不动板子。脚在里面转吧，啊是啊，板子转不太动啊，对，会这样，脚转了，但是板子还没有转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我好像都没意识到我在转板。哦，我就没有绑紧，就会这样啊。我是说我好像都没有特别。你有穿很紧吗？就中等紧啊，没有到最紧，但是我也觉得很爽。但是我突然觉得我大拇指有点要麻掉了。那就是血液不顺畅。我上一次有一次上课的第一天，我就觉得我当然要调一下，我也觉得我有点脚麻掉，第二个手太紧了，因为第二个压住那个脚板上，嗯，大拇指有点麻，不知道，算了，下次再弄。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不是吧？你可以选啊，直下或者是横滑再下。哦，直下就好啦。我记得横滑还要滑一段很平的路，很累。哦，好啊。是要直下吗？你是要练这边吗？还是不是这边？都可以。我不是啊。我是都可以啊。哦，那像我比较斜的话，我就功课减少一点；我比较不斜的话，我就这个有很斜吗？这个稍微斜一点。这好像是那个跟田带下来差不多呢。你看错了。
这个大约介于我们昨天黄的 moonshine 跟绿线之间。不行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放旋转了、啊，我都会搞不清楚哪一边是松。不要管啊，旋转之后它不是松就是紧，接着你可以选另外一节来弄，这样好像是转紧，所以少一格。什么？啊，随便你，总之一个方向转三圈。哎、啊，我就。然后是会多一格还是少一格？而且我就破下面那个。OK， 有松一点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是静止的时候会觉得，好，先这边好了，那边好像比较熟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。好，对啊，因为这边要走这一段很累啊。哎呦呦呦！然后这边是从哪边下去啊？有阴影，这边对不对？
饭。很慢，很慢。啊！喝水，喝水。脚很酸啊！我刚才举，我在洗澡，脚怎样也不酸，但是怎么样都会酸的。先等三车还是四车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你先等四车再下去。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以拿上来为策略，还是下去？不会啦，下去拿吧。你是说他会把它交给下一车的人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不会吧？他应该之前就有过这种人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带这个还可以，头小心。还是我等你先下，因为我下的比较快。我等四车，那你就自己慢慢下。那我等试车什么都没看到以后，我就走了。好，然后也一起到了。我的炸！希望没有熬到啊！希望没有熬到。一定没有啊！有刮的声音就没有熬到。上次也是刮了，咔！但是那是懂咔。穿的很像小班哎、欸，是啊是啊，绿的蓝的，会不会是会不会是就是淘宝买的就是那一套？对啊是啊，很像啊，很像大家都长这不一样不一样，它是全绿的。
你。所以我要这样直下，是不是？直下，我们两个都直下。哦，好。那你横着，你也推不到。对啊，很烦啊。然后直下就很快可以到了，是不是？跟刚刚差不多快。哦，好。不要心急，不要心急，而且这那么宽，你就慢慢离。我会，只是脚酸而已。哎呀，怎么办？第一天脚就酸成这样。这是第二天。我是说第一天就害人脚酸成这样。因为我们第一天不懂得，没有等的时间，所以不知道。不过你这手套到底是毛的部分还是这个？它里面有差一点金属的线，毛对不对？是毛，那跟这个点有什么关系？我有特别用这个点，不是毛，但是我用这个点用都没有效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塑胶点哦？对，那个塑胶点，我觉得只是磨防滑而已吧。哦，这也不是它，对，不是它嘛？对啊。因为我就觉得我怎么推它都不甩我，而且那个防滑的部分很烦，让我没办法做那种撸的动作，因为它会卡住萤幕，所以后来就学会不要用到那个地方。不要碰到那个地方，不然都滑不动。我也就昨天在用的时候很痛苦。为什么右下角还有个斜坡啊？那是有人偷滑过去的黑线吗？我不记得那边有那个，看起来右下角哪里？右下角右边那边，有人在滑，有人在滑，就下去了。不过从这个角度看，好像也没有很斜。但是从我刚还没那么高的角度，三个小朋友他们都在我们前面，很厉害啊！我还是觉得很厉害啊，会学反就是很厉害、啊。要告诉他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要告诉他，跟他们下面讲，说我会下去哪。哦，哦，我手要缩起来，有点凉。为什么要下去啊？走错路吗？我没有走错路吧？为什么有人在那个线的左边？哦。
打不开。好吧啊
脚踩的死死的，所以右脚是我的救命脚。你现在叫我把救命脚放开，后面换是脚。好，你推出去转，那个就很……没有，重点是右脚舍不得放开，你左脚绝对推不出去。我可以很理解这种状况，毕竟刹车就是救命啊。我相信雪板有另外也有类似的状况。 就是舍不得松开这件事，还是来滑左边？我不要，那好。对啊，你当然是你不要。我是说，搞不好我左边比较好刹。说不定是乱七八糟弹跳。没有，这没有到弹跳，这个雪看起来不是弹跳。那你去，我操。这个比较像是在白马的时候那种有阻力的感觉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恰恰恰，当然没有到冰面了，但是。 就要用这种速度啊，因为它带不，它没办法带给我太大。我刚刚完全没办法帮你录太大。你不要放最大。我没有放大哦，我是说，我看你刚下来一个你就到了，对啊，你就已经要过头了。我想，我记得我弄了两三个。我是我
是要一直往下去呢，我不是上面就录完了。我看那个弯，我的预期就是要从上面一路录到往下才录得完。我一看我就知道了，太大了。那你还要再录一次吗？还是我帮你录？好。你要哪一段？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好可怕、哦，这东西。这还有一台，你看还有一台。他们在飙车哎、欸。其实就是把雪板变成直的跑。对啊。压车哎、欸。不是压车，就是用。不是压车啊，它是用钢边，要用钢边减速啊。对啊，那是要减速。转弯吧。对啊，原理一样。压住，减速，转弯。那他们那条去哪里啊？好像一样，你刚不就看了吗？我刚没有看，我说这一边哦，你说也是去这个路。对啊，都一样。你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右边是不是比较斜？说不定刚我会看右边，比较斜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好像很斜，对不对？然后等缆车往上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又觉得不行。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你刚刚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说说不定我刚比较没有，可能我刚滑不太紧张，是因为我没有拿。末梢放棒、啊。没有胀啊，比较好。那你要不要横着拿？不要啊，还是要练习啊。没有，其实根本姿势都一样啊。或者你不要横着拿，你右手拿两根好了。不要，要习惯它在。嘿嘿嘿，好，那就有点想尿尿。有一对小孩，绝对不是他们广岛大学，坐在那就不甩他。我猜他也是讲了，人家不甩他。大陆人像我们听得懂就哦，对，他们可能听得懂，也装听不懂就讲过下去。没有，我觉得不是日本人，所以是大陆人，就是听得懂也装听不懂。然后我猜啦。你先下去啊！现在顶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下去三个度。那你看得到我吗？好。
觉得我滑的好像又很快啊，持续的打滑，然后滑的很大一个。对啊，因为一直在打滑。持续打滑，错。对啊。要换，我要下去帮你录吗？就下去就对了，哪里要冲你告诉我，现在就要冲，太高了啦，好酸，就最后好酸。38。30而已。38，这里是有时钟啊。脚很酸，脚很酸，最后那段脚超酸的。对啊，我们能力有到，但是越抖脚力就花越多。不是欸，不是那里酸欸，我酸不酸的，我说花那里，我知道会叫哧哧哧哧哧，就想转弯，然后会叫哧哧哧哧哧滑出去。但那个都还好，我是说最后要平地，要冲回来，我脚很酸，因为我要啪啪啪啪啪，很重。我在那里，我在开始练习。身体再往前弯一点这件事，因为我在想说，我一直抱怨抓地力不够，会不会我往前压，那个重心脚可以有更多的控制？有水，嗯，有水耶，危险的，危险。对，这是个湖。
那这样子，让他们到时候带他们过来就是滑这一段，这段他们一定是没问题啊，又宽又大，就只有那一个你姐的好汉坡而已。步兵平台也中午好了，都差不多，一切都差不多。但是他早上练习过度，脚力不够的话也有点不好，那里就是脚会爆痛。步兵平台吗？我是说你姐怕的那个坡。哦。练太多，力气用光的话，有些。他昨天泡温泉就一直说不酸呢、欸。啊？我就捏他，我捏我很酸的地方捏他，他都说不会了。一泡下去他就说不会了。是。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捏不到，我捏很重了，我捏这里我会很痛，他理论上应该这里会痛。不一定。因为每个人酸用的肌肉不太一样。对。你姐酸的地方可能是大腿内侧，因为她还在 A 杀那个阶段。我们到平行的酸的地方就会变成这个二头肌这里。对啊。对啊。而且我一开始我脚都不弯曲的，我都说脚不酸。我一开始滑就站直直的滑，超轻松的。但是那种滑法哦，背很痛，背很痛。那种滑法只能滑不倒的坡。哦，背很痛，真的很痛。你刚撞到？没有，我是自己压的，只是就觉得脊椎这样太薄了，啊、觉得很硬、哦，被痛很痛。这一块铁板，对，木板很硬。期待明后天的雪。哦，要下过雪了。对啊。不是，我们今天两天很轻松，都不用管镜头。明后天就麻烦了，就像那白马。这里也不用管。对啊。这里的雪不黏。嗯。所以它下就下，不会黏在正面。可吗？还说不黏？怎么会不黏？就是湿度的关系啊，你这里雪球都捏不起来了，它为什么会黏？而且它的雪比较粉的话，它是比较轻的，比较轻飘飘的，就有点像流体力学，它一过来就虚无就会躲开那种感觉。之前我们就碰过了，只有白马才黏。我在滑的时候有看前面吧？没有吗？回去看影片吧。基本上，绿线或者陡的绿线或者不陡的红线，应该都不会紧张。那不紧张的状况下，就应该都还好。他们会看得到我们，是不是？不是说下面集合，
下面哪边？对啊，都已经改下面了。你有改下面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就说下面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我们滑下去。下去吗？这边嘛。忍耐一下，啊，辣到耳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的耳朵原本就很痛。真的、哦？太冷吗？要上去了。这个要折起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干嘛盖眼睛？还没，因为我要拉下来。嗯。那这样我五个人。没关系啊，他们两个就坐啊。我们两个坐。没有办法，你一个啦。小弟自己上去哦，没水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好了吗？啊啊！起球球，啊，然后断了。不过还可以吗？等一下，这边有，对对对，拿起来，不要遮挡。好了，起来一点。可以吗？好，你再调整。刚有个小朋友没戴安全帽滑雪板，摔到了。小朋友可以。开始好像我在晕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了吗？可以啊。耶、yeah。好，这样就遮住了，不用拉，就遮住了。就是要帮你保护脸啊。他们两个已经滑两趟了。嗯。好、哦。你怎么只有戴一边呢？哦，因为刚刚我手套掉了。啊？手套掉跟棍子一起掉了。跌倒了。卡到上车又卡到了，然后就赶快把它丢掉，然后就上去了。他跳了两次，两次都没跌倒。真的。超怪的。不要冲超快，要安全。爸爸，我看你杖怎么拿？对，你今天拿对了吗？你今天拿对了耶，好棒！好，好，走。大人在里面。好了，走了。滑板坐中间啦，他小朋友要坐那个不是吗？可以吗？那周少允坐的这边。那你不要坐我左边。
不下来，不会，你要鼓励一下，
休息呀、啊，等我们。你在休息啊、哦？我带你下去，我要先上厕所了。好，那带带就哎、欸，那带吧，就对啊，啊？走吧。要拍哪里？拍昨天小丽叫我拍那里啊。那里啊、哦？去啊去啊。我有带自拍，自拍神器有带自拍棒哎、欸。啊，你小心点。走吧。你说那里啊、哦？然后停在那边等。哎呦！哪里还有缆车？再滑一段才有缆车。没有要滑快，我要停车喽！停车。妈妈说照相啊，从这边溜下去是什么线？然后我们来大合照，不行了。好，那再下来一点点，这里。那我下来一点。要等到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没有要从这滑下去啦。我不行。向我这个方向比较安全，板板过来一点，往前移动到我这边来。板板过来一点，板直直的朝着我，直直的朝着我。板板，你退后一点可以吗？我在你后面呢、欸，怎么会？你后退，豆豆噜，转板子，转板子，左脚先收起来。收收收，先把右脚往外好了。好，左板，好后后撸后撸，往后撸。要多少你拿吗？不要。不用吗？我有来的啊，我来。板塞得进去吗？这样可以哈。板板来我中间，来我中间，比较安全。你不是怕？刮掉。板板。板板。不要再退，我不是叫你来我中间吗？吓死。我扶你，你扶得起啊？你看，一二一，一二三，好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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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中间，你呢？大家都有在里面吗？都有，有。我刚看到都有。好了、哦，好，可以吗？站稳，老板自己站稳。我有在里面吗？有有有，在上面喽。谁看的？谁看？都是那个，都是雪镜。雪镜看不到，不能偷。好了，用十秒。不用看啦、啊。对了，不用看。只要头往那边摆就好了，没看没有。好了，来哦，十秒哦。到没啊？随便有吗？来一张。板板自己站好。好、哦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再看一下哦。好了，最后一张喽。三二。九九那里有人滑过。有啊。再一次。好恐怖、欸。我们的合照很少哦，来，滑雪的合照。耶、yeah。好。好了。好，往前往前。拍到快睡着了。九九先，嗯，或是弟弟先，莫先好了。弟弟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跟着哦。
然后我最后好了，不要我不要不要，为什么？松开了是不是？那边是哪里啊，姐姐？黑线。黑的哎、欸。嗯。那怎么可能随时松开？你说这是黑线的、喔。好了，你看这个吗？黑线在那里。好了。黑线长什么样？就不会整齐。雪很乱，一颗一颗，你会一直板子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。他故意的啊！他在教我刹车，然后结果我跟他靠太近，整个卡住了。哦，然后我就一直大叫。好，结
车刹不住了。你要拿去哪里？我要把它转过来。你要在不平的地方，你在前面翘起来了。板子现在翘翘的，我是说前面那地不平啊，你不要踩地不平的地方不好踩。没有没有。这波的人下去，再来。再平一点、大一点的地方再浇啦，这里在转弯的，这不是这个路很小。小弟都说先下穿山下的，是不是？右边右边没压对，先压下去，用脚踩啦。这里不这里不陡了。没差，倒的地方就不行，对吗？这样有紧吗？有啊，有紧、啊，那个不会随便乱跑。好，好，还被人家说到，我要尽力。好了，帅是不会。我们先走，你们两个一组。卡到了嘛，大家都有点卡到。我说红花光就是这里。我往前面走啊。妈妈在前面呢。放我们。我说他在你前面。等一下，去 center 就直接休息。嗯。休息完才可以上去。对啊。对啊。就上厕所啊。不止上厕所。喝水。至少休息15分钟。你先走吗？好、啊，不要太快。多少鱼？你不要这样。我先。那就换哥哥先嘛，刚刚都你先，不要抢嘛。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子哦。故意哦，周少宇。周少宇。周少宇在故意。周少宇。太夸张了。安全最重要，你在那边卡什么？哎呦！滑雪安全就是最重要，你还居然去卡别人！周少宇，你要这样子，我们都不要滑了。拜拜，我走。周少宇，拜拜，你跟后面就好了。
杰踩在左脚上，右左脚。我提哪里，你们跟着哪里哦。踩在左脚上就可以。Ready, 啊？行过来啊，这样一直刹车脚会酸啊，好酸哦！你不要这样跟弟弟在那边争好不好？不要跟我争。那你让他挑怎么样？啊，你这样子你不要去绊别人，超危险的。你这样我就不要跟你一起坐了，这样就很没人品哎，还去绊别人。横着插着就好了、啊，板板，跟我一样横着插着，你看用一只脚站都站得起来。横着，两个软子对着三个斜的一样横着，横着对着三就可以了。好了。起来他，朱浩宇，你卡到我的板了。哎，等会我来帮你，等会你不要再站起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不要动哦。你不要过来啦，还是我带来帮他剪就好。哎，给你。脚脚站好，你干嘛全部靠在我身上啊？脚站起来。然后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到这边来。怎么转？转过去啊，就是像你转 S 一样转。拐这啊。哪个是他的？就我的，这两根都是我的。那根是他的。
拜，给你。我抱他，我抱。给你，给你。没关系。钟少宇，你走开，不要卡我的板。板板在我前面啊，怎么前进？来，这样子 ，OK 的吗？来了，飞龙。转横的，对，然后放好，然后要压回去。这个缆车是哪一个的？这个是我们，就是我们刚找坐回来找你们的，是从另外一边过来的。你跑那个吗？不是，这是从另外山另外一边过来的。换脚，往下啊！妈妈，你先不要突突去好不好？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什么？来，你不会站吗？来，站起来，站直，然后你看我的脚，你看哦，你看，你看啾啾的脚，你看，你看我的脚，你不要放软好不好？站好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看，你看啾啾的左脚，左脚哦，你下来一点，站这边，放这边，板板下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好，这边，然后这样靠。往这边靠，靠，好，不用这么靠，好靠，有没有站稳？有没有很稳？你看这脚可以举起来，看这脚可以举起来，靠好，手撑着，右脚可以举起来吗？妈妈先下去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站直，我是故意卡他的，他快要滑倒了。好了。去啊，下去那里，好，走。刹车吗？没有，其实他们基础没有学好，其实不会刹车。不会刹车。你停不下来啊！指定你没办法停在你想要停的地方。好。然后那个昨天讲的说下面要加速的地方，类似这个地方，啊，尽量直直滑。脚并脚着，不要跌到板子，直直滑就好。
继续带我们继续走。要到哪里啊？在哪里？耶、yeah, ！我下来了。没有很难吧？加速啊！都要加速哦。反正就是Resort Center嘛。这边就好了吗？加速你会怕吗？不会耶。很直吗？你们好，好，你讲，帮我关，帮我关，还有在录吗？有啊。